好厌食，对，吃到厌食。其实他看起来好像穿那个装扮一样，也是，对啊，就是有点松弛。他厌食，他不动了，对，他不动了，定格。他突然在想说，这下一个我应该要怎么吃比较好？是要水煮还是要清蒸？我怎么定在那边啊？啊，他是想到想到，他就走了，对他觉得。那刚刚是让我们帮他拍，还有两个说给我们拍照，有定格了，是，好像我家布，是我家布是十几，他不够，他想到，他又定格了，他现在是在想要不要再去回去，他怎么了？